楚良，我们俩磨合期不是那么快，得有个二三年吧。越互相越了解，就越默契。有的时候我就一张嘴，他就知道我要干什么。或者他一个举动，我就知道哦，该怎么样了。最难忘的一次是有一次九良吧，给我哭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哭，他说那个，他说孟哥，我拉你后腿了，你就是那船，我就是那锚，没有，我说你是那桨，而且你还是那舵，我说咱俩在一块儿真的特别好。那个很久很久以前了，那会儿还在剃小平头那个时期。我的名字叫孟鹤堂，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，没有什么名气，大家捧啊。这位老师呢是我的搭档，叫周九良了。大家好，周老师，相声说得非常的不错。哎，谢谢大家。